昨天晚上两点刚下飞机，然后就看到了艾利克斯的 Facebook。那其实这个活动不错了，所以说我想说今天也是借这个机会来响应一下、喔，我们也是体恤一下渐冻人。那今天借我们，今天我等在 AI 彩绘工坊，然后跟两个坏兄弟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整我了，我刚刚稍微看到了一下子啦，那我们就来体验一下吧。谢谢啊，艾利克斯。来，艾利克斯开好了，干好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冰块我们就留给你啦。哇，没有人，没有人用那么大块的，你要砸死我是不是？那至于啤酒的话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吗？我们的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呀，真的真的，好吧、啊，我实在是。不知道怎么讲话，因为我说我再讲下去的话，要消太多音了。来来来，这个全部都是。这太大桶了吧？我看一下吧。我靠，人家都是碎冰哎、欸。这个比较过瘾，来吧。来吧。来这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耶、谢谢艾利克斯。那我也希望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响应下去啊，不只是播冰块，然后捐一些钱比较实务一点，捐钱还是最实际的。那谢谢大家喽，谢谢两位好朋友，谢谢艾利克斯。啊，对，对不起，最后我不点名了，因为这种活动其实我看蛮多的哦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有趣的话，可以自发性的响应，然后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捐钱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会去捐的，但是这个我想我不用告诉大家了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你死定了。现在是怎么回事？你搞这个冰块是怎样？一个礼拜没有回来，我不知道我这档是你这个是什么东西。这个才够凉快。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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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被你们搞死了啦。这个搞完才可以搞这个是不是？啊，是是是是是。好好好好好，谢谢你啦。今天 AI 刚好在整修，我刚好在洗船。好吧，来吧。做公益嘛，不落人后嘛。啊，你们这些人还是朋友哦。这个才会凉。看我不能再讲下去，我再讲下去我要做好几个消音呢。哔哔哔哔哔。阿辉你也掺一脚了哈，我会记得的啦。你叫我上冰山了哈，下油锅了哈，高山了。我为你服务。不要点名我就好了，这个应该很过瘾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们，你们欺负我？这叫诚意啊！你们欺负我，欺负我，你们两个好。没有没有，那是艾利克斯好不好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南部人的热情。叫我自己长鸡，我真的是长不下去了，好吧？汉子一条不怕，再苦都吃过了。想象一下这个。拜托，敲碎一点，我待会多喝两杯，好不好？